แรกแรกกับสิงคโปร์เดี๋ยวแม่จอดตอนนั้นตอนนั้น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我个人认为，就是王晶就是在这两个月一直飞速的成长的话，就是有一来是美元的那个调息的影响，一来二来就是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导致那个王晶在一瞬间忽然间很多投资者转而投资在。黄金的市场上面，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是会一直看好，就是黄金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可能会再去到更高，或者是继续突破历史新高。像现在是美安是2390多块的地方，已经是接近历史的高新高的地方了，所以我们相信它也会继续突破到2500或者是2600块。依然是美元的高位这样。